胆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苹果，家庭露营，时下最流行的一种休闲方式。嗯，不是零食。嗯。怎么爱？拍个照。给我们亲爱的长阳发过去。来。你们到底要怎样啊？啊？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反正丢的是你的人，你不让我们进去，你总得出来吧？我们已经决定了，就跟你死磕到底。你们就好好在外面待着吧。顾朝阳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我快被吵死了。你让他们进来，跟他们好好谈一谈，能死吗？他们要闹，就让他们闹。我还就不信了，到了晚上他们还能在外面待着。可你现在吵的是我，还有邻居。你是没什么事儿了，素质真差。你就不能让他们进来吗？那不行，这会儿服软了，那回头他们得上房揭瓦了。跟我视频，李丹妮，顾先生，有两位女士在您家电梯间门口露营，请问您认识他们吗？我认识个屁呀！我，你赶紧赶他们走，赶紧走！别呀，朝阳，我可是你的家人。对呀，朝阳，我们是你家人，怎么能不认识我们呢？顾朝阳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要是赶我走的话，后果自负。姐们跳楼都敢，还有什么事儿不敢的？要不激动，朝阳，我们的要求很简单，就希望和孙小欧公平竞争。你让我们走，一拍两散；你让我们留，相安无事。对。顾先生，到底需要我们怎么做呀？我去给你们开门，你们快去门口吧，啊！哎，再聊啊！受够了！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找去啊！这就没了。
我们的航班啊。你们俩赶紧先登机，我去找机场广播，找到他们之后在飞机上给你们汇合，好吗？哎呀，我去吧，你这样不方便。是啊，我也去。别争了，到时候走散了还得一个个找，赶紧去吧。这，哎，朝阳，那你快点啊，我们等你。你好，广播找人的地方在哪儿？哦，妈妈，我在这里呢。你怎么乱跑呢？你吓死我了！怎么回事？我之前跟姑姑爸爸约好了，我们一起在这里等他呀。你们约好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我的爸爸根本就没丢，是我自己。他躺在了书包里。你们在搞什么？不搞鬼怎么能骗得了他们呢？骗他们？我们不是要去迪士尼吗？要去迪士尼的是他们，而不是我们。那你们算计好了，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一声？要是跟你说的话，你能同意吗？我爸爸说过，这叫虚晃一下。耶！好了，还闹！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跑掉了多危险？遇到坏人把你拐走了怎么办？爸爸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给我指了一个位置，还有警察叔叔，我不怕。太厉害了！你这么大人了，怎么做出这么幼稚的事？我也是没办法。只要能把他们甩开啊，我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哦，妈妈，你别生气了，姑爸爸做了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回去啊。走了，欣欣。走吧。接过啊，谢谢谢谢。哇塞，哦，真是，怕死。喂，朝阳。找到了。哎，好嘞好嘞，那我们等你啊，快点。哎，找到人了，马上就来。坐没坐过飞机啊？没素质。我说你这，人找着就好啊。我要美美的睡一觉。我也睡一觉。你这个人素质太差了，他们两个就这么被你骗到了香港去，就不管了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帮他们订好了酒店，安排了各种活动，而且全程由我买单。一会儿我就给他们发信息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。我要是他们两个，我就恨死你。走喽，小星星，我们出门喽。哎，小姐，请回到座位，系好安全带。啊，小姐，我们的飞机起飞了吗？啊，对，客舱门已经关闭，马上就要起飞了。啊，我们的人还没到齐呢。没有啊，所有乘客都已经登机了。不是，还差三个人呢。啊。哦，刚刚有三个乘客退了票。退票？对。香港的行程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，等会儿短信通知你们。我们三个就不去了，祝你们旅途愉快。哪位？我得下飞机，对不起。
前二位回到座位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不是美女，我家出大事了，我得下飞机。对不起，客舱门已经关闭，马上就要清理。好好说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急事，我们要下飞机。美女，求求你了。对不起，请遵守民航条例，这样会导致飞机晚点的。谢谢配合，请回到座位，谢谢。嗯。这回我输得真彻底。